金曲歌王罗文玉在2015年与张平结婚，两人育有一对儿女，一家四口生活相当幸福美满。不过他却在7日结婚8周年这天，突然晒出自己帮老婆推轮椅的照片，并透露老婆因为不小心摔倒，当救护车把他送到急诊室拍 X 光时，他却怎么也没想到这一摔竟然两只脚骨折，而且两只脚都要开刀。对老婆的状况，他感到相当心疼，也透露手术已经顺利完成，很感谢医疗团队的照顾，认为这次非常怕痛的太太也很坚强，接下来要面对漫长的复健过程，他相信他们一定可以的。经过这次的意外，也让他有感而发表示，或许此刻比我爱你更深的爱就是有我在。最后也特别告白妻子，表示或许意外让我们更相爱。贴文曝光后，粉丝纷纷在下方为两人加油打气，相信太太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